好啦，他其他活动那种小小小小这样吧，然后就变成他少的运动会和你就感觉到他这学校没有什么活动可以参加。所以我跟你讲是完全没有那种大学生活的感觉，就是你继续去上课上课上课这样吧。哎，那个 CGPA 是怎样看的？怎样懂好不好？越高越好。你四点零一定很好了。四点零最高吗？四点零。啊，四点零最高。是多少？二点零 pass 啊。三二以下就是超。那这样正常的。二就 pass 了哈。就你普普通通这样。二就 pass 了。其实我多数听到人家都是3.6、3.5这样子，我不懂啊，因为我的是没有，所以我不知道。我不懂啊，我还没有出 CGPA 啊。你讲。对面锁了没？是全部跑过这边。怕冷。哦，我就顺着走过来。哎，我要五六嘛。不要。要。我在这间楼下，你要几粒？可以给多少就给多少。可以，都可以给。真拿爽了。这我丢118粒。I got supplies。啊，就你等周末不要开 Telegram。因为那时候为了完成那边的一个 game 拿100块，然后在小红书看到人家分享，那就进了他的 group， 那他的 group 每天很多东西分享，就是你就推啊，他就分享那种很多很多很好很便宜啊，又这个又那个又什么 game 又什么这样的东西啊，然后过我就不喜欢进 Telegram， 一进就是那边。一直叮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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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你就推啊，就一直跳。灭掉啊，这你不也灭？我灭了，然后过他一过一段时间，他又开始了。所以我现在就放任他，我就不要开。我不知道哎，他有时候还是会出来。哎，有人机麻将。你相信他的话？啊，像我们江潮，你也会录进去、啊。Mark the location 啊，我们这样。Mark the location。哎，我。没有，我不是要买东西啊，我是要丢，我是要打好奇。我们这么吵。啊 ，John， 你在想什么？因为讲笑。我们拉萨才可以彰显他多厉害。你在想什么？有道理。所以你表姐玩的时候，你敢讲话？哪敢讲话哦？你眼睛近，我哪还敢讲话哦？全部这样厉害，一声都不敢吭。G 九二号，哎，快快快快！哇，真可以哦 ！Thank you、啊。他又要表现他很厉害。Marked an airdrop.
Impressive. Marked a location. Marked a location. Watch out! Watch out!
Marked a location. Watch out!
Marked a location. Watch out! Watch out! Out. Marked a location.